那个司机的人物出来。好，拜拜，牛叔。看到那个里面那个，你在这里。他们一样有行车记录器，有啊，日本原车，你看前面有两个黑黑圆圆的那个就是，你那车头上上面有两个，像那个半圆球的那种。那有像飞机黑盒子吗？都会记录下来，比如说速度啊、弯度啊，应该是有。就不用马后轮，只要海底轮，最新的都有。他那就是 ATP 啊。问题他把 ATP 关了，再关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会把它关？之前就是那个什么动力，刚报天文报新闻，问题，就一直被追刹车，或是因为那个 TD 还是提醒。那他这样过关，他会知道减速吗？还是？歹势哦，这个物件只要刷一下吼，看等下伊下起来，唔好去也搞掉吼。你不把你做的开始，就把这搞掉一次。刚刚那个挂钩就是固定车架的锁的位置。啊，没有这么快上了，他把车子都弄好。我想，这个车保险不错。你停的吗？不是，不能站在这里。你停车从你头上干过。啊，对哈、哦。有一个最好的制高点在哪里，知道？那他也只能躲，也不行，也不能站那里。他吊车的顶上面，不行啊！摆顶上，跟他抢一下。没有，没事上。但是问题是，全世界都会跑上去啊。哦、那到这里好了，这里应该可以。这样过来的话，你需要先避网。没有，没有。座位比较好，座位比较好。就我刚直播卡在这里，没有。啊。对哈、哦，会从这里过来，他在后座。先看他起掉在哪里，先看他起掉。
会经过的，会经过。没有，朱大哥，你不要在这边 stand by。啊。然后他一过你头上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拍大景啊。这里够了、啊，差不多了。我到时候他们车被扣在那个平林收费区。哪个车？桃城哪里？啊，对啊，板车啊，被扣在那边、啊。嗯，为什么？超火的啊！不让他过来啊、哦？对啊。没讲好。哎、哥，下午只有看到一台。有，刚刚已经有一台过去了、啊。嗯。文俊哥，我们撤了。啊，拜拜。这边真的靠你了。拜拜。别人了。是啊、哦。连 SNG 都没了。啊，是吗？为什么 SNG 去 B 馆啊？哦，哎、那你那什么是包里这边没有磁皮吧？有，我的。哦，你那边有磁皮吗？对啊。我要撤了，没人了。是、哦，全靠你，文俊哥。啊、嗯。但他这边空地不够放啊。应该还可以再放一节。我放那。过马路。对，就是大溪。然后大溪气的反应画面在，我刚刚有传回去，在我那个右转的那个位置。应该再过来一点。对。就包括做一个转连回去，但是不要过来。对，他后面穿那个，他的那个太侧，对，OK，这样子，好，拜拜。而且他后面空间也不够。好，伟星哥交给你了。
Thank you.
大海，那边多少？如果要去拿电梯去，也去不了去。买一双，哎，里面不知道插到多深啊，就是能学不会。
谢各位家人。